截至2017年，全国一共有中小学校25万余所，共计在校生约1,870,000余名。你有听过他们的故事吗？本节目由妈妈放心的在线一对一辅导海丰教育冠名播出。海丰教育为你送来本期看点。老师，我们的麦当劳 KTV 呢？快点，你给我上！我说，小七零三，相传有四段。我们要在接下来欢喜篮球赛上干翻全初一。上！我真的很喜欢跳舞，我希望。海丰教育少年说，待会儿见。海丰教育少年说，现在继续。少年说明德华兴中学第三场持续发酵，勇气台上少年们所说的所展现的，一次次改变着大人们对少年世界的固有印象。今天他们又会给我们带来怎样的惊喜呢？为什么会这么紧张啊？因为我要手术教练27号，我都写就是想接着最后一场没有到。下面这个同学手里拿了个什么东西上来了，没看清。哦，叮叮叮，果然暗藏玄机放在了背后，厉害了。大家现在还没有看到。大家好，我是来自17-05班的宋一林，我是明德华兴中学健美操队的一名队员。去年我们任老师带我们去深圳比赛，说只要拿了2个冠军就请我们吃麦当劳，去唱 KTV。 任老师，这是我们的奖杯，但是我们的麦当劳 KTV 呢？哇，都是让老师兑现承诺来了。贵心一击，快点，你给我下来。我不，你下来，我不，你下来我就带你去吃。你下来干嘛？对，万一下去之后要给 K 的怎么？这不能过来。你下来让我干什么？我下来带你去吃啊。哎，你怎么记性这么好啊？你自己说欠我们的。我那天晚上半夜12点不是还带你们去理发店包场了吗？哎，你以为是我们的东西啊？我带你们去了24小时便利店啊。但是你说的是麦当劳啊。不是说抵了吗？没有，那还有 KTV 啊。 KTV 倒是没有啊。有虾就是啊。你不还被吵死了吗？无处可逃。那这样子，你如果训练表现好的话，我就下次带你去。好啊，带你一个人去啊。带你一个人啊。好，那 KTV 就带你一个人去，一个人也唱不起来啊，就带着大家去啊。任老师啊，你要带着我们那些比赛人一起去。那我们下半年出国比赛，如果又拿了冠军，就在国外去吃好吧？那多请我们吃一点，因为有2个冠军积累起来了。哦，要的要的。不能骗人。要的要的。好，谢谢。谢谢你，好呆萌的，恭喜我的头。这轮交锋是刀光剑影，速度奇快。他们两个的交流可以看得出来，更像是那种朋友之间的关系啊，像姐妹。对，姐妹之间的喊话，姐姐你答应我的怎么不给我？怎么这个？哇哦！大家好，我是10088破案姐。
再跟我妈妈说。妈妈，我真的很喜欢跳舞，可能最近成绩有些下滑，所以你就把我的舞蹈课给停掉了。然后，可能你认为跳舞会影响到我的学习，但是。我跳舞也坚持了7年多了，也过了12级。然后我最近很迷茫，不知道是不是应该坚持自己的梦想。然后我希望妈妈可以支持我的梦想。谢谢大家。妈妈说我先看一下你水平怎么样吧，然后再看怎么回应。看起来没有继续学习的必要。对。哇，还有音乐。拉筋啊。嗯。加油加油加油。哇。好漂亮。漂亮漂亮。厉害。一瞬间感觉校服变成了拉丁舞裙。嗯。跳着时候都笑起来了，嗯，他跳舞的时候都笑。谢谢妈妈，因为她给了我这样一个机会。如果今年前50的话，她不给我这个机会，然后我就也是没有办法跳舞的。然后我很感谢妈妈。加油！欧阳大丹是吧？对，加油！他没有时间来陪我，
有什么你最想问他的吗？哥，你现在为什么离我越来越疏远了？就想问他这个是不是？怎么了？怎么了？每当这个时候，就想问自己的爹妈，为什么不给我生个妹妹？嗯，我就想问，为什么不给我生个哥哥？要不先自我介绍一下，自我介绍一下，叫什么名字？我叫欧阳维杰，是欧阳娜娜的妹妹。我的哥哥，欧娜哥哥。你都听到了吗？他说的话？听到。有什么想跟妹妹讲的？我觉得你长大了。我们之间关系这样是很正常的，你知道不？从来就没有在意过这些东西。你就老是放在心上干啥？因为我觉得那些东西对你很重要，有点小。没有，那些东西都不重要，都没你重要，知道不？这个傻妹妹，嗯，哎呀，我说为什么都不让我借你的书看？因为你还没到看那些书的时候。在这有什么想对妹妹说的？多读点书。我觉得非常起范儿了。谢谢魏杰，谢谢娜丹，好，加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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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今天是少年说明德华星的最后一场，少年们也一场比一场活跃，勇气台上越来越热闹。我的名字叫段晨，这两个字是不是很难兴化？当初我的爷爷站在中间喊3、2、1，我的爸爸妈妈同时翻开一页，选起那页中最好的字，我的名字就是这样子诞生的。我的名字原本有三个字，结果在我爷爷去上户口的时候忘掉了一个字，导致我的名字就只有两个字了。我想说，我的亲爹亲妈亲爷爷，你们能不能对我的事上点心？李老师经常说过，学校就是我们的家。可是当我们犯了错的时候，李老师却对我们说，你以为学校是你的家呀？想干什么就干什么。在这里我想问一下李老师，学校到底是不是我的家？我的反问句，你以为学校是你家呀？你就可以说学校是我家呀。可是为什么我在家里可以玩手机，在学校就不能玩？那以后我们在家里也不能玩，好不好？我很喜欢打篮球，我们班有很多女生也很喜欢。有一次我们去看男生训练的时候，有人会把我们认为，加油，会以为我们在看小哥哥，看帅哥。难道不是吗？不是的，我们只是在看他们训练的技巧。在这里我想对刘静老师说，我们什么时候才能创办一个女子篮球队啊？我们真的很喜欢打篮球。江哥，嗯，你真的不是过来看小哥哥的吗？不是的。确定？真的。
啊，明德华新女子篮球队欢迎你。谢谢老师。你们觉得今天你们上场了之后，台下人会给你们一个怎样的反应？来，给你们个掌声。我是毛边搭档蒋一轩，我是紧身鱼队长关文浩，我是三步少年搭档陈思睿。我们的目标是称霸华新足艺篮球。我们要在接下来的班级篮球赛上干翻全足艺，我们要拿班级篮球赛的冠军，冠军！校队的，你们别笑。虽然你们是校队的，但是我们也不比你差，好吗？我们就要打篮球，无论进不进校队，我们永远放弃的。加油，加油，这里，加油！来就来，来就来，不怕你，加油！走，什么挑衅？很挑战了。校队四位会站成一个长方形的四个角，彼此传球。张春勇士队会派出两人在中间去抢断，你们只要能碰到篮球，你们就赢。三八注意，校友无敌。三、二、一，开始。加油！跑动起来，跑动起来，跑动，跑动，上！哇！我们找到了自己和校队的差距，所以我们可以往团队方向去努力吧。队长，加油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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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相信你会打得更好。对。哎，来了。Hello。加油。我是来自1712班的王振禄，最近我有一个烦恼，就是我的爸爸和我的妈妈冷战了，所以最近我就在干一件事情，记录他们每天说了几句话，说了什么话。结果我发现他们每天只说不超过五句话，而且说的时间不超过五秒钟。之后我就做了一个记录，他们每天说的最多的一次话就是怎么了，没怎么了，就过去了。所以我希望他们以后不要再冷战了，我在中间特别像一个夹心饼干。所以说我希望他们以后能和平相处，好好说话，给我一个空间。你们能做到吗？争取会的。那你们为什么要冷战啊？我要个原因。有很多方面的原因，有来于工作上的压力，也有来自于生活上爸爸和妈妈沟通不到位。不光我和爸爸之间可能会冷战，我们三方都缺少沟通，所以说我们有很多的行为因为沟通不到位，所以产生一些分歧。那你们以后能不能不要再冷战了？这样对我的影响很大。能。声音大一点，我要一个肯定的回答。
会的。老爸，你呢？我能做到，我也希望儿子。声音大点，你是个男人。能，我能做到。真爷们儿。今天我们上这个少年说学校这么大的一个节目，我也希望儿子你平时在家里面把你想说的，父母不管怎么不开心，你要跟父母去说，我们要多多的交流，话不说不透，砂锅不打不漏，你们多多交流，彼此了解对方是怎么回事，我们就把问题解决了。你们说的有道理，但是我希望你们以后千万不要再冷战了，这让我好伤心。好，以后不会了。哎，一想就这个事儿。我和他爸爸有的时候生活嘛，难免这个争争吵吵，我们大人之间可能觉得没什么，就是吵过之后过段时间会和好，但是对于他这块儿确实心理上还是带来很大伤害的。因为都是北方人，性子也直，好像都养成习惯了，久而久之的这个习惯是个常态了，但是在孩子心中的话就是已经有很深很深的一个烙印了，以后的话这方面我们也会修改，也不会再发生这样的事情。我站在这里想感谢一个人，在我小学五年级的时候，妈妈生了一场大病，经过治疗，医生说要换肾才可以延长她的生命，但是一颗肾千金难求，妈妈一直在与病魔做斗争，到了最严重的时候，出现了一个陌生人，他把他身体的一部分无偿地捐赠给了我的妈妈。妈妈有了重新活下去的希望，虽然我并不认识他，我也从未见过他，但是我深深地感谢他。陌生人，谢谢你。陌生人，我会向你学习，去帮助更多的人，让这个社会充满爱。非常好，谢谢。非常好，非常好。听到这样的故事，多少都会被触动，因为它是一个生命的赠予。我们不一定最后找得到那个陌生人，但是我们其实都有机会成为那个陌生人。赢得花心，最后一位登上勇气台的同学。主持人，加油，加油。我们学校的校歌，它非常的富有深意，也朗朗上口，今天就让我唱给大家听吧。
横月峨峨，上流浩浩，深秀气文明。联系同书，传相思文，相学俯仰明。发前兮兮，地后惊，却人在竹声。环中兮兮，穷树叶，与薄而俱进。愿吾望见苦真诚，气象秀气之品。愿吾望见苦真诚，气象与秀气之品。愿灵迷兮兮，教化虫鸣的兮飞鹰声。棋子金藤是恢弘着兮姿容。愿吾望见苦真诚，气象秀气之品。愿吾望见苦真诚，气象与秀气之品。愿灵迷兮兮，教化虫鸣的兮飞鹰声。棋子金藤是恢弘着兮姿容。新浪微博少年说话题页，一起参与少年的成长话题讨论。今天我站在这里想对妈妈说一句话，你以后能不能不要再对爸爸我的人生做个错误的决定，说好这辈子的小情人呢？不就好，让我好好做一个妹妹行不行啊？六岁时，在我神志不清的时候，我妈妈老妈，你这个太忽悠我了。寒假的时候，妈妈给我生了个弟弟，我脸上虽笑着，可心里却不平衡。我们的培训班什么时候可以少一点？